第三十三题，这是题组，有一项又滚动的小球，每隔一秒的位置如右图中的 A 到 B 到 C 到 G， 请回答三十三到三十四题。第三十三题问 A 到 G 点这段时间小球的平均加速度为何？要算这一题，我们可以带公式，我们可以画图。那老师上课讲过一个方法，就是我们取一段求平均速度，另外一段求平均速度就有 delta v， 再除以它的时间间隔就有 delta t， 就可以算出所谓的平均加速度。所以呢，我们首先看到 AB 这边，那么它走了一公尺，所以呢这边的平均速度就是花多少时间走多少位移，它花了一秒钟走了一公尺，它的平均速度是一。再来是 B 到 C 这边，它走了两公尺，所以呢我们的第二个速度呢，就是我们就花了一秒钟走了两公尺，所以它就是二。所以代入加平均加速度呢，就是 delta t delta v， 后面的速度减前面的速度，时间间隔这个间隔都是一秒，所以就带一，所以答案就是一。所以我们就知道它的平均加速度呢是一。所以第33题问我们小球的平均加速度为何，我们答案选猪，向右 1.0 公尺每秒每秒，我们答案选猪。